常有网友问 Coffee 下雨天怎么解决大小便，我家一直都有搞过厕所的，因为不想 Coffee 迁就我们的时间上厕所，忍着大小便对身体不好，但我一般会尽量早晚带他出门尿尿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尿垫和猫砂，然后尽量让他在家拉粑粑，这样减少消耗，捡屎袋环保一点，也主要他出门不玩尽兴就拖拉着不想拉粑粑。哎呀，还不好意思了呢，还不好意思了呢。我不是故意偷看的，我不是故意偷看的，我就偷偷看。哎呀，不要害羞嘛，真的是，哎。便便，这是给你便便的，嗯，尿尿尿，好便尿尿，好便便，快进去试一试。那些黑黑都是生锈了，问它大小。哎，先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先进去，等一会儿。啊，我想看看那个大小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等待，等待。那口开的有点歪呀，是吧？不太好看呢。是不是便便啦？啊，便便了吗？啊，是不是呀？那全小区都知道你。嘘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看了，来看了。啊，看了几回啊？你别吵。哦，今天看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嘘，拉个屎，兴奋个屁！嗯，赶紧拉便便去，便便去啊！拉完了吗？这么快？很高兴对吧？狗狗，他没拍你就不高兴了，刚刚你笑得很开心的。从古作怪，这个。拉便便了吗？啊，拉便便了！拉便便了，拉便便就拉便便，没有奖励的。检查吗？要不要检查？检不检查？好吧，我检查一下。干嘛？哎呦，干嘛？拉这么多啊？啊？行。我说不要让他拉屎，他就把碗叼出去了，很奇怪啊！你疯了吗？拉完就吃，吃完就拉啊？好吃？你想啥啊？吃那么多，不吃啊？疯了疯了，再吃拉稀了，不吃？不吃了不吃啊？不吃啊？拉出来就不摇了，疯了吗你？